哎呀，哎呀，这两罐子汽水呢？是甜的吗？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伴以热烈的掌声。对，其实啊，大伙儿鼓掌给谁鼓掌啊？给谁呀？德云社。对，啊，这三个字儿。嗯。您爱听德云社的相声。嗯。今天您算是来着了。来着了。今天这一场节目都是我师父郭德纲亲自创作的节目。对。我们呢还很年轻，可能没有他表演的好。啊。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如果说有忘词儿的现象，怎么办呢？怎么办呀？不退票。嗯。跟你师傅一德行啊，这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哎，嚯，嗯，我们就是不退票。无论如何不能退票。对，就是太丢人了。我师傅创作的作品有很多，我们重新演绎一下。是，大伙儿呢愿意听，其实我们愿意说。当然了。上的台来呀，先做一个介绍。好，我叫岳云鹏。是您。是一个小学生。您客气。这位老师。您老师啊。他叫。什么名字？嗯。这个相声呢是四门功课。等，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忘却了。您好意思吗？怎么了？咱俩一场，你把我名字忘了，允许吗？不允许。那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哦，还些许的时间？行，想不起来就歇你。叫什么来的？好好想。你别说啊，我不说。你别说啊，您别不说。叫什么呢？哦，想起来了。你说吧。我没想起来。你拍什么手啊？你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哎呦，得了，甭费那劲了。嗯，孙悦。孙悦。嗯，这仿佛是个女同志啊。奶奶，再说了，孙悦这是个人名字呀。哦，这个岳云鹏是狗名字呀？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孙悦，这是个女同志啊。没有。祝你平安。哪个？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我飞得起来吗？我男的，变性了。对啊，泰国做的。没有，我含着了变呀。嗯啊，不是那个，说相声。怎么又怀孕了？干嘛还又怀孕了？七胞胎。对，哎，您等，您甭废话啊，还七胞胎，您什么手指？哎嘿嘿，有点学问。嗯，这是九，这是七，这是九，这九啊，这是七。我看你这，你手癌。咱俩谁手癌呀？你那头两节怎么那么平啊？你小时候干什么来的呢？你是不是扒火车来的呢？扒火车也不能这么扒呀。废话，你不是没扒住吗？拉出那么平啊，你这玩意儿。行了行了。您这够90度知道吗？77。我。哎呀，这行了，这样就像了吧？哎，这都拧在一块儿了，这都什么呀？这都是不是七胞胎？谁七胞胎啊？啊，拿我们当葫芦娃了你？葫芦妈妈？对，哎，是不是他？谁呀？啊，葫芦妈妈，说相声的男的，跟您玩笑，别开这玩笑。孙悦，孙老师，是我喜欢说相声，当然了，打小啊就开始学习。打小学，四五岁开始练习。嗯，后来呢，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哎，是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您等一下，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啊？我小学毕业多大呀？23。哎呀，你还我的青春！我这不全糟践了吗？你的青春你做主啊！废话。我做主，你说什么呀？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哎，没有，别胡说八道啊！轰动了北京城啊！行了，哪儿的事啊？
没有啊。是不是小学？没有没有没有啊。参加工作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嗯，参加工作了。对，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哦，那我现在算下班赶过来的。不远不远。不远啊，您会说人话吗？就是隔壁小门，你什么小门啊？小门都堵上了知道吗？你能穿过来呀？我怎么穿过？我都在空中的半一跟头，我在。你身手敏捷吗？谁敏捷？甭废话啊！什么叫当动物啊？不是吗？原来养动物啊？啊什么呀？哦嗨，养动物啊？那我误会了，您误会。养动物啊、哦？养大象？对对对，养了十年的大象。哎，真够十年呀、啊！大象是越来越瘦。你懂的。我偷饲料了，今天才承认。你看看，谁承认了？是不是从小门顺出去的？没听说过，这像话吗？这都，咱别胡说行吗？啊，没胡说呀。没有，没有啊。养大象，是养过，养了十年的大象。十年。后来从动物园就出来了。不干了。大伙儿就诧异，哟，动物园出来的，快跑，快跑，都跑了。我还带着链子呢，是怎么着？是吗？什么是吗？干嘛快跑快跑啊！后来就开始说了相声了，就回归本行。相声说的也不错，您夸我是一个好演员，谢谢您。但是呢，前些日子他请假了，请了一阵假，他没有在舞台上出现，为什么呢？他病了，得了点小病，腿癌，腿癌，您有点常识行吗？怎么了？什么时候出了腿癌这种病啊？不是吗？您但凡腿上有毛病，有可能是骨癌。骨癌呀？对。哇塞！哇塞什么哇塞？好治吗？是怎么回事？什么好治吗？成真的了？没有，没有癌的事，反正就是病了。腿闹点小毛病，椎管狭窄。对，导致腰间盘突出。最后呢，双腿失明。就也不好受。您等等吧，您等等吧，人家都什么思维方式这个？双腿还失明？这双腿没有方向感了，是不是失明了？哎呦，您这个不好理解，走道都跑偏了都。我要都这样了，还能叫走道吗？反正就是不舒服，是不舒服。上医院去检查，检查了一下，医生建议让他从眉毛以下截肢。他不干，废话，他说他能扛着。对了。我要干，我死了，我腿怎么从这儿来一刀啊？就这儿，嘿，哪儿啊？特别微妙。什么微妙啊？人家兽医是怎么着啊？啊？怎么会兽医呢？没有这么开玩笑的，知道吗？反正就是整个弄下来，弄下来，这个系统呢重新组装一下，在怼上。哦，系统重新组装在怼上，那你直接把我热起了不好吗？我不知道摁哪儿，你别动。哪儿都抽你一会儿，就是说太胖了，别胡说，导致有病啊，确实是500多斤呐、啊，朋友们，你作为一个人类怎么能够？又怎么了？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作为一个人类、啊？说你是人类不愿意了？我，在动物园你到底是羊是当？对，我跟您说不清楚了，你是怎么出来的？从动物园？谁怎么出来的？你是凭票出来的还是窜出来的？还凭票出来的？您别胡说八道了啊！您到时候您说的都不对。怎么了？谁500多呀？多少斤？260。还说260呢？干嘛还是就？我老问他多少斤？怎么了？他老跟我说260，260，就260。后来我才明白。明白什么呀？那个秤就当260。我让秤懵了，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你胡说八道！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同志们，我半上260。啊什么啊呀？500多斤大胖子！别胡说了啊！减肥吧，该减。朋友，你看他捧哏的时候啊，也难受的哈。谁难受？但是有一个好处，您说，他可以把这个肚子放桌子上。
再碰根，舒服好多。您等，嗯，这都胡说八道。不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肚子在桌子上呢？啊，我有这么多眼睛吗？废话，我知你眼睛在哪儿。这大饼子脸，你瞅瞅。那不就在这儿吗？哦，那是眼睛啊，我等刀口呢，我的。我又没截肢，眉毛以下。你没截肢，你手这样。这天生的。天生截肢的，您是。您别胡说了啊。就是太胖了。哎，是胖的。是不是？肚子，大伙儿瞧一瞧啊。啊，这肚子在桌子上呢。谁告诉你？你别动啊。别动。干嘛？你别动这花，别动。你别动。你干嘛？哎，来。你们才是动手动脚的啊，就是在桌子上的。别胡说八道，太胖了。当然了，他这个大肚子也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半夜睡觉冷了，这个肚皮往上一蹬，走你。就盖上了，知道吗？哦，我把肚皮蹬上来了。啊，我是肚皮蹬上来，是脖子缩回去的。嚯，你脖子还能缩回去呢？废话，你让各位琢磨，这不王八盖子吗？你到底是养动物是当动物？这都是您嘴里胡说八道，谁肚子稀松成这样啊？肚皮松吗？没听，太松了，这也。半夜他媳妇说了：“老公，我冷，走你。”就给盖上了，哦，还盖上了。嘿，这边再睡一个也没关系，走你。哎，两片。哦，我这肚皮还夜用呢。我都听不懂。嗯，我也不明白。你有意思吗这样？我告诉你不要再瞎说了啊。你别胡说了啊。就是太胖了，他这个大肚子开车都不方便。那开车怎么？开车他这肚子太大呀，容易蹭着这个方向盘。你说真的，他所有的衣服都是露脐装。我还真爱露啊，都磨坏了。没听说。后来他想出一好主意，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肚皮、把这个肚子放在副驾驶，再开，舒服好多。哦，我这肚子太稀松了。你再说我抽你，我告诉你。太胖了，别胡说。刚才咱们说这些啊，那都是玩笑，都是玩笑，就是舞台上你一言我一语这么玩笑。对，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是吗？特别的多。您说，就拿今天来说吧，他来的晚一些。是，本来北展演出啊，我们都特别重视。对，哎，我们都早早的就来了。商业演出，他来的晚。是，我要给他打一个电话。啊，喂，孙老师，嗯，你在哪儿呢？他说什么？啊，我在上网呢。哦，我这都几点了，你还上网呢？不忙。他说一句话特别可乐。什么呀？嗨，你不知道，我媳妇叫网。对。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你就说完了，你都。什么话？这叫，这都是可乐的事情吗？没听说过，是不是？都是玩笑。你别开这玩笑啊！跟您逗。是吗？其实他呀，生活很幸福。哎，我确实幸福，很美满。是，你媳妇是养狗熊的吗？那还美满呢？那啊，美满吗？没听说，我净丢棒子了。特别幸福，特别美满。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您都很幸福。那就幸福才能来这儿呢。因为呀，您掏得起这个钱，买这一张票听相声。对，我怎么就不能幸福呢？什么呀？我呀？你怎么不能幸福？我特别不幸福。我都看你挺开心的，那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哦，碰见你了。哦，你拿我开心的是吧？就偶尔才能开心一下。其实，哦，我也有愿望啊。哦，您有愿望。我也有梦想啊。您还有梦想？当然了。你什么梦想？我的梦想其实也不大。您说。我想当宣武区的区长。我想当崇文区的书记。这怎么样？这不怎么样。为什么？俩区都没了。啊？俩区都没了？嗯。变苍蝇了吗？什么区啊？不是，
我哎呀，我总能跟那个动物，你总能跟那个恶心的动物在一块儿，你知道吗？就是说呀，您什么思维的？这都是小小的愿望哦。人都有幸福，我问你，家里有字典吗？这有啊。知道幸福的定义吗？这没查过。不知道吗？啊，幸福是什么？什么呀？什么叫幸福？您说。我认为啊，这俩字拆开就是幸福。其实你懂的，你不敢笑，你不敢笑，你怕你一笑你觉得自己猥琐，其实就是那样，你知道吗？不是什么意思？幸福拆开，这俩字拆开就可以幸福。您说的是幸福啊？嗯。哦，你以为呢？幸福呗。倒霉模样，你看看，什么叫幸福啊？啊，这个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这叫幸福。哦，这么一个过程。对了，哦，高兴。幸福哦，我其实我也有我的幸福。是吗？嗯，我也想过要幸福。你要什么幸福啊？我最大幸福就是回家上上网啊。你这个幸福极其的不好。为什么？不能上网。那网吧的呢？单说。你不行啊，那不是我们家有电脑。废话，那不就上网啊？行、啊、就上互联网，行吧？还互联网？那上网，回家上网，满世界啊！前两天回家上网，满世界都是这个李娜的消息。对呀、啊，夺冠了，中国人的骄傲啊！好事，是李娜了不起，了不起，我佩服她，是真是，歌唱得好，对，跳水也行。哎呦呦！啊啊！这最近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逮起来了，这是多了不起！你什么玩意儿？哪个李娜呀？哪个李娜？您这好几个了，知道吗？李娜一、李娜二、李娜三吗？啊，李娜三还李娜三三弟呢吗？没听说过。咱就说这个意思。就法网呢？李娜人家了不起、哦，我不看她的消息。是吗？玩游戏，我玩游戏吧。我电脑里有游戏。什么呀？大伙都知道啊，《植物大战僵尸》。哦，这老游戏里也算。嗯，植物大战僵尸我玩了有一年多了。你也太笨了。我心情特别的不好。怎么呢？电脑上总是出现什么？有一大波僵尸向你靠近。我玩了一年多了，没见过大波僵尸。哦，我很郁闷。您郁闷什么呀？这多有盼头啊，大波僵尸吗？啊、哦、对吧。后来不玩了。别玩了，算了。我刚要关电脑、啊、怎么样，这个电脑上出现一句话。什么话？在你老婆不在家的时候玩的游戏哦。有没有朋友们？你看看。哦，小广告啊。哦，这不是气人吗？这气什么人、啊、这不是勾的啊十四五岁的少年犯罪吗？你哪疼啊你？再让给你放隔壁去，知道吗？什么？给你放隔壁，让你看，不合适吧？就这种游戏哦，讨厌。再说了，怎么了？在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才能玩啊？这不气人吗？气什么人啊？我没有老婆呀。您是真缺心眼啊！我没媳妇啊。你没老婆多好，更踏实。当然了，想当初我也曾经有过女朋友。哦，您有过女朋友啊？啊，有过女朋友。是吗？这个女朋友长得也很漂亮。哎呦，也很白净。啊，但是她就是嫌我那什么。嫌你什么呀？她就是嫌我不够爷们儿，就是文言文来说，嫌我娘们唧唧。您真糟践文言词儿呢。我能不生气吗？那您得生气。我跟她吵啊。是啊。越吵越激烈，越吵越激烈。哎呦，到最后，我哭了。哎。不赖人家说你，嗯，闷闷的哭，还闷闷的哭，难受，啊，又是人呐，哎呦，凭什么？您不拿个手绢吗？哎呦，后来算了，啊，分手了。废话，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快走吧。不久之后，嗯，我又搞了一个女朋友，哎呀，挺有能耐啊。那是啊，嗯，长得也很漂亮，是，也很贤惠。哎呦，她就是嫌我怎么样？嗯，不够爷们儿。哦，就是娘们唧唧。嗯嗯，我不准备再跟他吵了。怎么呢？我怕我
在骷髅。那眼窝还真浅。嗯，我请他出去吃饭。哦，缓解一下气氛。当然了，去那个大饭馆去吃饭，到那点菜。我女朋友啊，想吃这个大龙虾。哦，海鲜。我想吃小龙虾。哎呦，他非要吃大龙虾。我非要吃小龙虾，哎呀，我很生气。为了显示我够爷们儿，怎么样？拍案而起。哎呦，我啪一拍桌子，我站起来了，我要跟他说两句。说什么？小怎么了？小怎么了？小就不能满足你了吗？哎，您还真直白啊！我生气。哦，您说这是龙虾吗？管着吗？话音刚落，有好些双眼睛向我投来，废话，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没见过这么大胆的。我女朋友啊，扬长而去，早该走了，走掉了，没给你嘴巴就不错，走了，算了，哎呦，算了，我不再搞女朋友了，是吗？我自己挺好的。哎，您不交个男朋友吗？说心坎里了，嗯。不了不了啊！不了，真想过是怎么着？其实我这人挺好的呀。是吗？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您有不了不良嗜好？我就好抽个烟。您就剩抽烟了？抽烟怎么了？怎么了？抽烟对身体有好处啊，哎，对不对？您等等，您等等，特别有好处。谁告诉您的？嗯，抽烟没好处。有好处啊？没有。一点常识都没有。谁没有常识？每一个烟盒上都写着呢。写着什么？抽烟有害啊，但是健康。对不对？我把字典借你吧。这什么玩意儿？你说这个、健康啊？啊，加什么？但是还得。但是后来呢、啊？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什么电视？电视上说呀，抽烟对人体不好。啊，对，容易猝死，得这个肺癌呀。我还很年轻啊，以后的路还很长。对。啊，打那天起，我是一咬牙一跺脚戒烟，不看那个节目了。或你远大的志向，省得他气我。哎呦，嘿。电视气着我了，是吗？就连我门口加油站，他都气我。加油站去您干嘛？现在这些个加油站哪啊，他有促销啊，有，加一箱油，给一份报纸啊，对，给一份地图。嗯，你要办卡加的多的话，给一个 GPS。哎呦，那天我就去了啊，加完油，我说来个 GPS， 你说这倒霉德行，来 GPS， 嚯，这要饭的似的。来，来一个，那位说了啊，没有。哦，没有 GPS， 不是有吗？就不给你，我就不给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GPS 它有积分啊！哦，有积分，哎，多少分？70万分，给你一个 GPS， 那多少是一分啊？一箱油是一分。我就这么跟你说，秦始皇活到现在24小时开车，他要不了 GPS。哎呀！这不骗人吗？这压根就没有啊，合着不能给你 GPS， 给不了。再说了，你自行车你要什么 GPS？ 对，啊，您等等，您等等，您等等，蒸馒头机你要什么 GPS？ 您自行车加什么油啊？你不得照油吗？哎呦，你不怕灯着了？什么叫灯着了啊？废话，那你打火的着了，多么的气人呐！哎呦呦呦呦，气死我了！我说你给我来个地图。哎呦，来个地图，你倒霉模样！你看你去哪儿？啊啊！你去哪儿？我指给你。嚯，我指给你。对，多气人呐！人家是为您着想。我走了，一会儿您着了怎么办？对，我买馒头去了。好家伙，还是饿了。第二天啊，上我门口。怎么样？有一饭馆。什么饭馆？广东早茶。哦，什么叫广东早茶？您说说。就是广东的早点。嘿，没说一样。广东早茶。哦，广东的那个饭馆。哦，那进去，我进去了。是，往那一坐。嗯，离我不远，有一个小黑胖子坐那儿了。什么意思？别捣乱啊！哦，有小黑胖子。哦，小黑胖子啊，个儿不高。嗯，是吧？啊，挺胖挺黑的。哦，然后这儿有一桃心儿。哦，小黑胖子那吃货是吧？我端详他。嗯，端详他干嘛？小黑胖子往那一坐，啊，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来，啪拍在桌子上。哦，给我来100块钱早点。作死样，你看倒霉模样。啊，行，服务员过来了，先生，我们这儿不卖半份的。哎，
200一份啊，那多么的尴尬。哦，这个外语吧，这是我都替他尴尬的哼。对，哼。再看这小黑胖子啊，行行，哎啊，过来，你们这儿有2尺长的龙虾吗？哦，他喜欢大的。有2尺长的龙虾吗？啊，服务员说了，先生，我们这儿没有2尺长的龙虾。哎呦，我们这儿有2尺7的龙虾。嚯，哦，这更大，2尺7的。嗯，2尺7的龙虾啊，哼，哄什么呀？哼。哦，2尺长的龙虾都没有，给我来份炒饼。2尺7没听见呀，我都替他难受的哈。哎呦，转，我走了啊，回家去。老板，您等等，嗯，您没吃就走了，我得吃吗？您废话，你进到我头眼去了。我来一份，你来份，来点吃的呀。服务员，嗯，给我来碗汤。光喝汤啊？便宜啊，便宜，嗯，煲汤更贵。来碗汤，不大会儿功夫。上来一碗，嗯，这碗还湿的，湿的啊，哦，没擦干净，没擦干净啊，哎，啊，这个拿走，拿走。服务员说了，啊，先生，这是您的汤，啊，哎呦，这太少了，流着眼泪我就走了。您别流了，眼泪比汤都多，我很难受啊。哎呦，下午我又来了，你们又去了，我就为看看小黑胖子在不在。哦，您乐意看他。啊，对对对，你怎么了你？他还真在，哦，还在呢。嗯，往那一坐。服务员，服务员，给我来一份鱼翅炒饭。哇，都是炒的。不大会功夫，上来了，挺快啊。再看这小黑胖子，嗯，拿起筷子来，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半天，扒拉什么？我也不知道扒拉什么。嗯，喊服务员，服务员，把你们的厨子叫过来。干嘛呀？不大会功夫来一厨子，啊，1米9几，嚯，大胖子。哎呦，这手拿一菜刀，这手拿一炒勺，这是后厨做什么呢？这是，啊，冲那个小黑胖子过来了。啊，干嘛呀？哎呦嚯，你找我呀？嚯，啊，幸会幸会幸会，还真客气啊！你们这鱼翅炒饭啊，我扒了半天没有鱼翅啊，没有鱼翅在哪儿啊？对呀，啊，厨师说了，啊，我的名字叫鱼翅。哎呀，我炒的饭。哦，鱼翅炒饭。嗯，再看这小黑胖子啊。哎呦嚯，吃上了，一顿猛吃啊！哎呀，还是害怕。我当时我都难受的哈。怎么呢？真是亲爱的朋友们，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对不对？他可能比我还不幸福。确实。转眼间啊，我上厕所了。干嘛去？打开水龙头，用凉水扑到脸上，清醒一下。哦，平静一下。扑到脸上。啊。冲着镜子里的我。啊。我要说两句。说什么？哎，云鹏。啊。你不错，哦，夸夸自己，你很棒，还夸夸，而且你很帅。我这个镜子回答了，啊，镜子都碎了，我告诉你，你很精神，你给我上来。啊，他挑衅我，哎哎。像话吗？找你男朋友去。我就说怎么了。哎好，就这样。嗯，你很帅，真的，而且你很棒。这多少块镜子？这是我看好你啊。哎呦呦，哇，那洗手池子都碎了。你们都疯了吧？你们就等这个呢，都买票了吗？都，你很棒，看谁累啊？你很帅，哎，你真的很帅。好吧，好吧，我认错了，连厕所都拆迁了，我告诉你。但是你还是不错的，你和超人有共同点。你和超人都有共同点？都有篮球裤。哎哎，好，但是你和超人唯一的区别是，就是你没穿内裤。哎哎呦，哦，您还真凉快啊。
耳朝人的裤衩在外头。哎呀，人家最起码有啊。你不错。哎，还不错呢。嗯，说完了，我自己心情啊平静了许多。是是是，有打厕所我就出来了。你快走吧。来到厕所门口，抬头一看，啊，有打对面的厕所出来一个男的。我没走错呀。啊，再看对面那个小黑胖子啊，看见了我一个大腿就跑。哎呦，好，他错了，小黑胖子跑了。啊，还真快，他刚跑了啊，又打对面厕所又出来一女的啊，追他追他，刚才在厕所叨咕半天我都不敢出来，打他。哎呀，出去好些个人，走错厕所了，把小黑胖子摁倒在地。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顿猛踹呀，听着就解气。我心里啊十分的怎么样，不怎么好受，真的。您心软。我扒开了人群，您拉拉架，走，您拉拉架，打发刘德华。您更狠啊，你吓我一跳知道吗？吓你一跳，就你以为啊，哎，我以为我走错了呢。你心里真脆弱啊，气死你。哎，让你吃。啊，今儿就今儿了。嗯，别吓唬我啊。你比我还害怕是吗？抬头一看怎么样，万家灯火，我都晚上了。低头一瞧怎么样，小黑胖子。哦，打半天啊，都打黑了。你看看，你太狠了。你们走吧。哎呀，往前走。是越走越饿，是越走越饿。您光打人没吃饭啊。我正走着呢，啊，有打那边过来一个城管的车。哎呦，我看见城管的车，我撒腿就跑。哎，不是你跑什么呀？甭管，甭管，往前跑。啊，穿过三条胡同，我看见一个卖羊肉串的，已经烤好了100多串。我唰一下，100多串全都拿在我手里。我边吃边跟他说：“吃完给钱。”我正吃着呢，城管的车过来，再看这个烤羊肉串的，抱起炉子就跑了。你太缺德了，你。腐蚀劳动人民的成果，你100多串。哎呀，挨个吃，挨个吃。我正吃着呢啊，城管过来了。过来了，他问我，问什么呀？哎，烤串的，拿你当烤串。谁烤串的？你呀。我吃串的。吃串，吃串。你见过吃串的手里拿100多串啊？这太少了啊。啊，你就是烤串的。认准了，我就是吃串的。哦，怎么着吧？我干嘛？弄死我！你可别打这赌啊！你以为我们不敢呐？嗯，有货，城管。咱们算是得罪人了。嗯，反正我是吃串的。100多串呢。这样吧，怎么样？100多串啊，嗯，你都吃下去，怎么样？算你是吃串的。啊，你要吃不下去，怎么样？我们是城管哦。你要倒霉哦。哦，吃吧吃吧，咔咔吃。哎呦，闭上眼吃，咔猛吃。是，再一次睁开眼的时候怎么样？抬头一看怎么样？我在医院里。医院里啊，浑身的绷带呀，绷带都红了，又渗血，都是血。不是，您等，亲爱的朋友们，不是您等等啊，我您等等吧。您不是100多都吃了吗？打你干嘛？是啊，你不都吃了吗？是，那还打，就差一串儿，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打死你都不多，我告诉你，倒霉德行，一顿猛踹呀，哎呀，差点没踹死我呀，哎呦，浑身都是血呀，好啊，我难受啊。是是是，我扭头一瞧怎么样，我又乐了。你怎么乐了？旁边也有一个人浑身是血啊，都是绷带，哎呦，往外滴血，嚯，都红了。是吗？我就问问他呀。问他什么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是被城管打的吗？打的吗？不是。那怎么了？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进来的？怎么这么惨呢？ 啊我是走错厕所了。哎，小黑胖子。
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哎，是。刚才这个节目说得很好。不错。打灯谜，二位下去休息休息。嗯。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哎，把我。我认得您呐。是吗？这位老师。任老师。我最爱看您。好。真的。真的。电视上有您。啊，有我。上网查您。啊，上网也有。天天查，呵，各大网站都有他。啊。特别喜欢他。是是是。打小我就喜欢他。哎呦。真的。真的。今天有幸跟您在一起。哎呦。哎，我有一个小问题。啊、跟您探讨一下啊，没事，您这么喜欢我，您随便问，问了啊，您问您问，您贵姓啊？我都不知道我姓怎么上网查的。巨肥啊，这哎，什么词儿这叫啊？您问我什么？您贵姓啊？啊，得得得得，不敢，见姓孙。哦，不敢见姓孙的。对了，啊，甭问呐。谁呀、啊？短人钱呐。哎哎。欠账还钱、哎、天经地义啊、哎、不赶紧还钱拿块、哎、谁欠人钱呀、啊、不是你吗哎不是您那儿有个柜子我不敢担您这个柜子哦您不敢担我这柜子啊那您扛我那箱子哎我搬家来了我不是吗不是您怎么不明白呀、啊、嗯您那儿有个柜子我这得有个毽子哦您那儿有个毽子啊我这有个羊蹄儿我这还一壶酒最好是牛二哎什么呀跑这喝酒来了不是吗得了甭废话了嗯您不就问我姓什么吗啊姓孙姓什么孙呢姓孙嗯那您是弓长孙呢是立早孙呢我你认字吗你嗯弓长立早都念张那您是哪个张啊立早张我哪个张张老师没张老师张文顺没有是不是他谁呀、啊、你拿我当那个了你你怎么胖了谁废话死多少年了知道吗没有不是那个啊我姓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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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姓孙啊怎么了您那个 啊您那个姓氏啊怎么了大概齐是个外姓、啊、哎什么叫外姓啊百家姓可没有啊怎么没有啊有吗有周吴郑孙哎哎还正孙没了不是这句冯陈楚孙对别楚楚下了呗蒋沈韩孙哎呀这别含嘴里这玩意儿知道吗都没有啊您怎么就头一句不背呢有头一句吗哎多新鲜呢头一句就是啊头一句什么呀赵钱孙李还真是哎呀就头一句不会您看了吗真是赵钱孙李哎这么说您就是赵钱孙李先生对了我日本人我四个姓是吗我你日本人呐谁日本我赵钱孙李的李哎李文山谁呀怎么全是后台的人谁李文山呀不是你我姓孙姓孙孙怎么姓孙了呢、哎、什么叫怎么姓孙了呢你怎么百家姓这么些姓你怎么单姓孙呢我这姓孙 啊不怨我怨我哎没有不怨你像话吗我都羞涩了什么羞涩了怨你像话吗那怨谁谁也我们这是父传子姓啊高曾祖遗留哦父传子姓哎高曾祖遗留嗯高曾祖遗留你应该姓刘啊我高曾祖遗留我就姓刘啊那姓什么呀高曾祖遗留我姓高啊哎呀我高峰老师怎么全是后台的人您这套您是不是高峰谁高峰啊我姓孙姓孙哎怎么姓孙呢您不明白父传子姓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就姓孙哦明白了我知道他姓孙这事儿我知道您知道我当然了哦这么回事您说在他十四五岁还没有懂事的时候哎我傻小子我十四五不懂事啊多少四五岁在他四五十岁还没有懂事的时候、哎、行有一回、啊、我傻一辈子我四五岁四五岁哎还没有懂事的时候、嗯、有一回他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儿、啊、跟他说话我父亲小伙子哎小伙子小伙子啊在外边是不是受欺负了哎呦啊别人问你姓什么你答不上来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姓孙、哦、为什么姓孙呢因为我姓孙你也得姓孙、
父传子姓，你就姓孙，是知道吗？你一听这个，当时他是很委屈。我老头说的话，咱别驳他面子了啊，是驳面子吗？当时他是一咬牙，一跺脚，一顿足，一捶胸，得嘞，我姓孙，我就姓孙了吧。这是进废的，打那天起啊，您就姓孙了，姓孙了。肯定姓孙了，肯定姓孙，一定姓孙，一定姓孙。你要再姓孙呢？我不是东西，谁不是东西？我就姓孙，姓孙，姓孙。这么说您是孙先生？您先生，孙老师，您老师，孙老师贵姓？姓刘，刘云天，没听说过，全是后台的，没一个是我，这怎么着？你到底姓孙？姓孙，别开这玩笑，以后你看看，跟他开玩笑是吗？别着急啊，谁着急？不要上脸，废话，半天不说我姓什么。刚才那是玩笑，你别来这套啊！说实话啊，你认识我吗？看在你不认我的份上，我也不认。不认识，不认识我呀？不认识，完了，完了，完了，朋友们，不认识你就完了。这叫什么呀？啊！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对不对？你是老乡亲？不认识老乡亲了？不认识。咱俩发小啊。咱俩啊，发小，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呀。我问你啊，你们家是不是住在前门什么大蒋胡同？哦，大江胡同。大江胡同哦，是不是？有啊，我也住那儿啊。你啊，这什么表情？这是发小啊。咱俩啊，哎呀，没什么印象啊！我长着长着我就打住了，你一直也没打住。哎，是不是？我往横了没打住是吗？啊，没有。哦，发小。孙老师。哦。其实我这回啊，不是主要不是跟您聊天。啊，您干嘛呀？我主要为请您吃饭。你我听说您说了相声了，而且是在德云社这个牌子下说相声。怎么叫牌子下？德云社这个底下说相声。哦。我请您吃饭。哦，您是找我来投亲算是？什么叫投亲呢？我请您吃饭，吃不吃？吃。你看，乐了吧？废话，乐了吧？挤得我半天了，我不吃你我。吃不吃？吃。真吃啊？废话，那还有假的呀？真吃。行行吧，行，您别含糊啊。不含糊。哎，咱哪吃？客随主便，您说。对，他说的对。嗯，客随主便。是不是咱哪吃都行？是吗？到时候呢您花钱你也别花太多了。我是不是你家上有老下有小，你等等，不太合适。你等等，谁请谁呀？凭什么我花钱呀？谁请谁不一样啊？哎，没听说你请我吃饭。我说了吗？你说了呀。你谁听见了？这都听见了。举手，谁听见了？听没听？举，没事听，举手。你看没人举手吧？你这玩意儿，你看，听见了？我退你票，你走吧。哎，没听说过，像话吗？对，请我，我请您。哎，我的意思是说呀，到时候吃饭，如果说啊差个三块五块的，您不至于让我摘手表是撸戒指吧？哎，咱犯不上，啊，是不是？犯不上。您添个三块五块的。哎，您带多少钱？我带了4.8块，是4.9块。哎，你等等，有一钢镚儿。哎，你有什么钢镚儿？那不就是我请你吗？啊，带4.8块还一钢镚儿，我请您呢。你请我带这么点钱？我请您，咱能上外边吃去吗？哪儿吃？上家吃去呀。哦，您还有家呢？谁没家呀？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您说，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咱就粗布衣了。哎，没有，多像话吗？嚼得动吗？你拿我当什么了你？嚼不动啊？废话，吃什么？吃这种家常饭。家常饭。嗯，我请您上我们家吃饭去。好啊。吃饭的话，朋友们，嗯，无论如何咱得有菜。光吃粮食啊，没菜不合适。废话，是不得有菜吗？咱来个什么菜？您说来一个。嗯，来一个好的。什么好？你没吃过的。哎呦，还我没吃过的。嗯，您说。山东特产。哦，你没吃过的什么呀？花生米。花生米我没吃过。吃过吗？吃过呀。行，就来花生米。啊，来花生米吧。来仨。哎啊，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哎呀，这么少我这没吃过。
高科技。什么？就仨花生米还来一全活？你切开了吗？什么切开了？像花吗？算六个啊啊！什么啊呀？你剁碎了吗？没有，剁碎了什么都吃不着了。来一盘，来一盘仨花生米。嗯，哎呀，来一盘花生米。哦，来一盘花生米。嗯，哦，那行，多搁点醋。哦，老醋花生米。啊，为什么说多搁点醋呢？啊，怎么呢？因为我们家有一醋缸，嚯，大醋缸，哎呦，那里头全是醋。哎呦，快点呗！不行，怎么呢？咱们把花生米遮到这个醋缸里头，在醋缸里头寻觅这个花生米这个过程，哎呦喂，哎呀，能把你活活美死啊！哎，你能把我活活饿死你呢？这一盘花生米掉醋缸里怎么找啊？这玩意儿，啊？你拿照例呀？拿什么照例呀？像话吗？关键是寻觅这个过程。行了，没有，咱不吃不好吗？不吃了？不，别的吃，吃。你说不吃好不好？没有倒退里的，你太深了，那玩意儿。行，就来一盘花生米。你来盘花生米，好好的。嗯，再来个别的。啊，来个别的，够了吗？废话。就一盆花生米啊，不够啊，不够啊，不够就再来一别的。哎，好，嗯，蛮商量的。大闸蟹怎么样？好啊，哎呀，眼珠子都瞪出来了，你看看。不是，你八月十五你没吃吧？不，不，爱吃啊啊，爱吃这个，爱吃啊，大闸蟹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啊，不好买。哎不，嗯，咱就普通的大闸蟹。普通的也行，这螃蟹好吃，是不是？有的朋友说了，现在这个月份啊，这个大闸蟹不太好买。不，买着咱就吃，买不着啊，咱就不吃了。那就是买不着。你猜对了。啊，我猜什么对了？不好买。你得买去呀，你不好买着呢。你不买是买不着。不好买。那不买怎么着？那换一个吧。换什么呀？换一个松花蛋。嚯，大闸蟹变松花蛋了啊？怎么样？不怎么样。哎，来半拉松花蛋。半拉，俩人半拉松花蛋，俩。哦，一人一个。嗯，行吧。这凑合凑合。你切碎了吗？啊，切碎。你多弄姜汁儿啊！啊，多弄弄一盆姜汁儿。哎呦呦，把这切碎了的松花蛋遮到这个姜汁里头，你在姜汁里头寻觅这个松花蛋这个过程，哎呦喂！哎呀，想起来我就美得慌啊！嗯，我出一更好的主意，怎么样？啊，把那也倒醋缸里得了。好啊！什么叫好啊？全倒醋缸里，多好啊！哎呀，寻觅这个松花蛋。行了，别寻觅了，主要为寻觅。净捞渣了，我坐这半天。这个菜行了吧？啊，齐了吧？完了啊！一花这么一松花蛋，还有别的呢？哦，还有别的呢。吃饭，朋友们。哎呦嚯！无论如何。怎么样？咱得有上等的猪食啊！哎，少爷，不去了啊，不去了，对不对？来把狗粮不好吗？我还上等的猪食，嗯，主食，对，主食，主食，来点主食。哎，主食吃什么？吃什么呀？饺子。哇，您什么口音啊？这是饺子，饺子，饺子。嗯，哦，好吃啊。不如饺子，嗯，舒服不如倒着，是，咱就倒着吃饺子。哎，好，您得留我一脖子醋，您得。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醋啊？哎，废话，那是一缸醋蹲着呢。咱呢，把这个饺子煮好了以后，啊，咱不得蘸醋吗？对呀，咱不那么蘸。怎么蘸？咱把饺子来搁到醋缸里头，在醋缸里头寻觅这个饺子这个过程。哎呦喂！好嘛你，活活把你美死啊！什么美？您那泔水缸吗？您那是，什么都往里倒，那是醋吗？主要为寻觅啊！寻觅什么寻觅啊？寻寻觅觅找不到活着的感觉，是饿死了，是没活着感觉，没等捞上就饿死了。什么叫饿死了？你慢慢来呀！还慢慢来，我还慢慢找啊！没有到那里头的，是不是？吃成盘子里行。来点饺子，咱煮十个吃十个。哎，老吃那个烫嘴烫心的。好，吃完了饺子，来点饺子汤。哎，好，这叫原汤化原食。哎，有这么一讲。吃完了凉菜，吃完了饺子，嗯，咱无论如何怎么样，咱得喝点酒。哎，您等等吧。嗯，您这都倒着来是吗？怎么倒着来？先喝酒吃菜再饺子呀，
酒足饭饱喝什么酒啊？是吗？好不嘛，反了。你们都那么吃啊？你们家一直那么吃啊？我们都是吃完了饭以后再喝酒啊。哎，对，你们先喝的醋嘛，是吧？拿的酒解醋啊？没听说过，先喝酒。你不没听说过酒解醋吗？没听说，那醋解酒，都倒着来都。他可能是新兴人类。哎，谁新兴人类？咱来点酒。啊，啤酒怎么样？啤酒。哎，凑合吧，来点来啤酒。啊，来多少？来十瓶。哎呦，十瓶。八瓶。哎，五瓶。哎，怎么着？来一瓶啤酒。俩人一瓶啤酒啊？紧着您喝呀。哦，我一人一瓶。啊，您要是够朋友的话，您倒给我三杯五杯的算朋友。这一瓶啤酒就三杯半，知道吗？啊，三杯五杯的，我还得搭你一瓶，怎么着啊？你来时候带啤酒吗？我凭什么呀？我像话吗？我吃什么去了？我是不是他说的？我野炊去了，我是吗？他说他带啤酒。谁带啤酒啊？像话吗？你普通燕京就行。你买，我买啤酒。你买，我喝你们家的酒。啊，行行。哎，你喝过这个酸啤酒吗？你把这个啤酒带到醋缸里头，这个破。我从缸里寻觅的啤酒，我找得着吗？我都融在里头了，都这个过程，哎呀，行了，哎呀，等吃完了把谁胃扒开了看吧，这不就是吧？多好啊！多恶心这玩意儿一缸，行不行？不行，那还是中石的，还是好家伙，泔水缸没有这么来的啊！那啤酒不喝了，哎，别不喝了，来点白酒。哦，白酒，嗯，那就喝白酒，喝白酒。白酒，我们家有一瓶什么呀？五粮台。哎，你等等，这都什么酒啊？五粮液。五粮液和茅台。哎，茅台。后来呢，这俩人都剩这么多了，就怼一块儿了。那、啊、这两种酒还掺着呢？啊，哎呀，你寻觅这个茅台的味道吗？哎，我寻觅不着了，我啊，都是酒味儿。寻觅不着酒味儿啊？嗯，那你寻觅醋味儿啊？哎呀，好。那全倒醋瓶子里头是怎么了？啊，不，倒醋缸里头。哎，那好，没法来了你们家。你看这位同志说倒醋缸里头。哎，你们家住山西是怎么着？你们家住山西，主要为寻觅。别，咱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别老提这醋行吗？前面这些都够了吧？成，差不多够，差不多了吧？行，那咱定一下时间吧。啊，定。定时间。嗯，咱们明天凌晨三点半。嗯。香山鬼见愁。不来我就撕票。哎，别，别这样绑票的去了。嗯，三点半鬼见愁。嗯，啊，我一会儿下场就得爬去，知道吗？像话吗？太晚了吧？那你说早上起来吧，明天白天。行啊，明天上午，明天上午十点啊，十点德云社门口，就这儿啊。好，您在这儿等着我，我等着您，我开车接您来。行啊，好不好？你买车了啊？哎呦，什么车啊？大永久。对。大永久，你琢磨琢磨能把我带走吗？那你带着我呀？凭什么呀？我上你们家吃饭，我还得蹬着你，我还得，像话吗？那你说，没有，打车吧啊？打车，打车，谁掏钱？你掏钱啊？干嘛都憋着我掏钱呢？行。别犹豫啊，你掏行。哎，那我还是没带呢。那你干嘛来了你？我老忘带。哎，那好，您别忘带，您想着明儿带钱啊。行。哎，那咱说好了啊。说好了，明天上午十点。嗯，那您跟大伙儿接着聊。啊，我聊聊了，我的。我走了，您忙您的。我这就走了。啊，您忙您的，您再见。好好说啊。哎，别忘词啊。哎，您忘您的，您忙您的。要没他一句词都忘不了，我告诉你。也不是哪儿钻着这么老乡去了，非请我吃饭，吃就吃呗，饺子也不错。哟，忘问什么馅儿了？你说这玩意儿闹的。张老师，张老师，谁张老师啊？我半天告诉你，我姓孙，姓孙，姓孙。你们姓？您工长孙氏立。哎，这就来了是吧？又来了是吧？孙老师，孙子，咱别吃饺子了。啊？你琢磨饺子太麻烦呢。哦，你不包它省事儿。不是，你得种麦子呀。啊？打头来呀、啊、那可不嘛，我等不得了，我知道吗？那吃猪肉你还得现养猪啊、哎、行了，好家伙了，你这个
人家太慢了呀，我等不着了，我这个太麻烦，还得煮，还得包，还得吃，太麻烦了。吃还麻烦呀？啊，哎呀，咱换个别的吧。换什么呀？咱刚才说的那些，咱没有炒菜。炒菜？咱来个炒菜怎么样？行啊，多来点啊，多来炒菜。嗯，炒菜也行。醋溜白菜怎么样？白菜从缸里捞出来就行是吧？不会聊天，那抱腰的酸菜呢？还不如叫，来点别的。哎，炒菜，炒菜，炒一个鸡蛋，爱吃吗？行，干黄菜。哎，炒鸡蛋，炒一个黄瓜片，哦，好素的。炒一个肉片，嘿，有见荤的。炒一个木耳，嗯，炒一个黄花菜，咱再来个木须肉，怎么样？这不就是俩木须肉吗？你干嘛还单着炒一遍啊？你不嫌费油啊？油涨价都不知道啊？我是这么想的。你怎么想的？你把你在中间弄一大盆啊，然后里头是木须肉啊，然后把旁边这几个炒菜唰唰唰全都遮在这个大盆里头，最后一瞧，哎呀，还是木须肉。这废话，主要这个过程，哎呦，什么过程啊？非得按猪食那么来是怎么着啊？吃不吃？你们家怎么那么些缸啊？你们家吃不吃？你吃吃吃吃吃吃吃。那别那么炒啊，炒木须肉就行。就来个木须肉。哎，嗯，再来个别的。来什么？来一个，嗯，炒一个蹦豆怎么样？蹦豆。嗯，炒一蹦豆、来一个干炸丸子。丸子。再炒一个螃蟹腿儿。您等等吧，您等等吧，您等等吧，我换口牙去得了我。怎么都这么硬啊，这玩意儿？硬的，废话太硬了。那依着您呢？来点软和的。你爱吃软饭？哎，你看，爱吃软饭。谁爱吃？我吃软饭，我得活得了啊！我哪儿吃去啊？我行，您炒这菜太硬了。来点软和的。来点软和的。大饼卷豆腐脑怎么样？哎呦呵，那不留一袖子呢？我得，那怎么卷那玩意儿？早点剩的是吗？啊，吃不吃？我没有这么吃法的啊！你弄点米饭，那怎么卷那个？吃啊？没，不吃这个啊。行，哎，咱就来点，来一个木须肉啊，然后来点酒。嗯、哎，你吃过醋溜木须吗？你们家这醋卖不出去了，咱把这个木须肉倒到醋缸里头，哎呀，里头寻觅这个棍。哎呀，活活把我美死啊！行了啊！你们家管泔水缸叫醋缸是吗？哪有泔水缸啊？没有倒醋里的。你不得买两杯醋，咱俩就着菜喝醋，你知道吗？这主意不错呀！什么主意啊？咱不用喝酒了。那行，酒都省了，像话吗？行，没有喝酒，就来点木须肉。哎，来点凉别的菜，来点凉菜。哎，行了，再来点米饭。哎，行不行？行，那我走了。您走吧，拜拜。哎再见。也不是这位他们家怎么了，这么些醋啊，好家伙，整缸整缸的醋，拿着玩意儿洗澡是怎么着？你们家得了，他下去踏实说相声吧。今儿呢给您说这么一点。刘老师，我姓孙，你记不住是怎么着？对不住。谁姓刘啊？对，孙老师。怎么了？怎么又回来了？孙老师，咱别吃木须肉了。为什么呀？太麻烦。哦，你那么分着炒是麻烦。太麻烦，咱来点别的。你还有什么别的？我问问。来点好的。那还有好的？糖时候的。什么糖时候啊？什么糖时候啊？啊。嗯，炖肉烙饼，怎么样？这好啊。好吃不好吃，朋友们？好啊。炖肉烙饼是。这边是一碗肉啊，这是饼啊。你要是觉得饼太硬了，旁边有豆腐脑。怎么老憋着卷这稀汤挂水的？怎么样？没有豆腐脑什么事儿。哎，你吃过醋爆饼泡饼吗？你舌头都不利索了，别醋爆饼了。醋泡饼没有啊，别老提这醋了。就炖肉烙饼。炖肉烙饼、哎，再来一个黄焖栗子鸡。嘿，好吃吧？好。上面一层黄油啊，哎呦，好些栗子呀，是，黄焖栗子鸡，哎呀，
当然了，我现在我就得走。啊，干嘛呀？回家杀鸡去。哎，回家。今天晚上就得炖上，明天下午3:30我估计也能熟。哎，不，你等等。哎，咱多多吃一会儿。你等等，您这鸡干嘛炖这么长时间？老鸡。这鸡多老啊？多老啊？啊，这个鸡太老了。怎么老？这个鸡多大岁数呢？啊，据我姥姥所说啊，啊，这只鸡比我妈小2岁。对，哎呦，按理说，哎，我应该喊她叫二姨。哎，那行，哎，为了您，哎，我大义灭亲。别，哎，的，我宰我的二姨。别的啊，您啊，听我劝啊，一条腿哗哗流血，哎，哎，把那二姨劈了，你半条鸡怎么样？哎呀，像话吗？您听我劝啊，啊，把您二姨看好了，把他老人家供奉好了，哪天买点小米我瞅他老人家去啊。您好好留着二姨吧。啊，行，就这么一长辈的家里，那咱就炖肉烙饼。啊，炖肉烙饼吧，还有些个凉菜啊。有凉菜行不行？行行行行，那咱说好了啊。说好了，我这就走。啊，回家我就不杀鸡了。嗯，人别给他供上。哎，啊，留着二姨，留着二姨。啊，您说着您的。哎，行行，我走了啊。您看这玩意儿，又是饺子，又木须又炒，又变成炖肉烙饼了。得得得，反正能吃这顿饭就不易，咱甭管吃什么了，咱也不挑了，是不是？孙老师，谁姓孙呢？我姓孙，我姓孙。二姨夫？谁二姨夫？像话吗？我看你像我二姨夫。谁？我媳妇老母鸡是怎么着？像话吗？这个没有。你干嘛？你干嘛又回来了？咱别吃炖肉烙饼了。那咱喝点煤油吧。煤油太贵了。喝点凉水？凉水容易塞牙。啊，这凉水还塞牙，像话吗？啊，这像话吗？这都喝点醋。什么喝点醋？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啊啊！这什么呀？请不请吃饭了？你别打岔啊！你要干嘛？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干嘛？你动我一试试，我把你扔醋缸里，你信吗？行了，别生气。行干嘛？别生气，跑这解闷来了。打刚才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对了，谁不吃啊？是你不请，是我不吃啊？我请。你请我吃什么？半天了，我请您呢。咱们打岔呢。我请您吃饭。什么呀？咱不能家吃去。那哪儿吃啊？外边啊。外边哪儿？北京饭店。怎么样？北京饭店。那咱回家喝醋吧。走。啊，什么叫走啊？北京饭店像话吗？什么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哎，我请您吃满汉全席南北榨菜。哎，好，榨菜用你请啊。嗯，南北大菜。南北大菜北京饭店啊。北京饭店你倒霉模样，你看看。北京饭店。等，我问你，北京饭店在哪儿知道吗？北京啊。废话，北京饭店不在北京吗？哪儿啊？你说呢？我说你说在哪儿啊？请我吃。在哪儿？我能不知道吗？你说。我每回去回龙观我就吃一口。哎，等，哎，你等等，在回龙观呀？在哪儿？在长安街呀。对。哎呦，就那儿。你请我啊？啊，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啊。你别吹牛啊。没吹牛。你别吹牛。没有。你请我吃。嗯，甭说吃，嗯，你见都没见过。切，不是我说你，喝醋长大，你见过什么呀？谁没见过？你。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哎，你甭吹着牛。嗯，甭说请我吃。嗯，你把这菜名说上3样5样来，只当你请我了。这话您说的。我说的。您听好了，你说。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我还真蒙上一个来啊。什么叫蒙了呀？你往下来呀。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是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鸭，烩鸭条，清拌腰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呼兰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卤煮寒鸭，麻酥油角，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溜三鲜，溜鸽子蛋，溜白蘑，溜十件，炒银丝，溜刀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桂海参，炒蹄筋，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禽，炸排骨，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豆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烩蟹肉，清盘蟹肉，蒸南瓜，炸倭瓜，炒丝瓜，炸冬瓜，溜鸭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晒卤肉是鸭羹，蟹肉羹，这就不少了。有鸡血汤，三鲜木须汤，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葱丸子，新疆丸子，玉蒲丸子，各种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羊肉，一品肉，栗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晒卤肉，炖肉，烀肉，松肉，灌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腊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穿三样，爆三样，炸卷果，烩散刀，烩酸菜，烩三三鲜鱼是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好，这些菜爱吃不爱吃？爱吃。想吃不想吃？太想吃了。想吃也吃不了。怎么呢？我没钱。哎，去你的！